什么等待，还有什么悲哀，这故事中的人不太精彩，下去了又回来，而人却已不在，他重复着我汹涌的忍耐，今年莲花又开，开了它也会败，我想要一个人活得精彩，有些人总会来，有些人在我心中在。南方的冬天不太冷，今天拍摄风格你的邻家女孩，器材是5D4+85.1.8，当然我说的不是小姐姐手上那台哦。小姐姐的名字叫软糖，果然真人看起来也软软的感觉。好会卖萌的她，这童颜好像小朋友呀，完全不像是个大学生。大家可能挺好奇，这套服装真的保暖吗？其实我也想知道，老小区拍照还不错，有种童年的感觉。他的皮肤像自带磨皮的一样，我的后期又可以偷懒了，靠着栏杆这边拍一下全身，喂，撩一下头发，好的，跟大家来一个 hello 吧。OK， 走过来转圈圈，我录个视频，可以不看镜头，你自由发挥，随意一点的摆动就好。很好很好，不错，不要停，也会给你加鸡腿。哎呀，搞错了，忘记按开始了，重新走一遍吧。哇，好凉！好，3、2、1，走廊拍够了，我们来小树林拍两张呗。送一个礼物给你。站着累了，那你就坐下来休息一下吧。这个椅子真好玩。啊，你看到吗？看，给我拍这个。拍的也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我这边，最后一张我们就收工吧。